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喜欢村民太飞，我是吴思义。去年是校委会成立20年，今年呢，冬天片的是因为行乡，行一场十年，行一场20年。故说今明年村民太飞节目，东方阳校委会主委杨崇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乡亲向下的了解到，让20年来，因为校委会成立过后，所来的客家一个两位作为哪一代的事情，又有哪一代的成果，还有展望未来，因下来的目标，还有重点的标题嘛？该今明年就将主委同人向下来讨论，马上分享主委。哎，感谢主持人呀，感谢你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注意哦，其实在讲到办公母语运动的时间，你就开始这个传统，也给儿童母语请到做了一件事情。故说讲，一下呢，唔单枪地，而呢全世界唯一咧，这个传统客家政策的校园飞来一片做注意以外，其实你呀30年来没看到的行业的发展，无论是看到一个情形。行业的流失也好，也是讲，也哈政府部门也哈微微上忙做的事情也好，也30年来也好，20年来也好，我相信应该心肝头都有当到的感想同感触。下面做的第一开始先同也讲下较感性的层面，你用来看人家30年来的发展啊。但是客家运动啊，我想只有客家人会参与了哈。所以虽然个时间对我后生人来讲哈。叫做硬将翻盘的时节了哈，只爱去沙飞运通，你做了参加，你只有上个参与。但是那个要客家运通哦，骗人怕没参与，哎，给安尼来好嘞，哈。所以那30多年前，啊，然后机缘之下参与到那个客家运通。那么后来哈，你2000年啊，变政府成立的时节哈，2001年成立客家委员会。这时节咧，我也非常感觉到荣幸，就有机会来参与客家委员会的创立，哈。所以客家委员会啊，成立的时间一种制度冇，哈，一种制度冇，一种制度冇。你要从零开始，哈，典章、制度、政策、计划、预算，哈，方方从那个零的基础上，哈，开始推动，哈。所以讲。要参与到政府的运作，要参与到一个部会的建立，哈，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啦，哈。啊，当然哈，也对人哋来讲也一太压力，哈，因为两个头路过去冇人做过，哈，我样板人做当初，假使讲万一人哋规划了，也错误的方向，哈，那边的担头行哈，要担到啊一道的责任啦，哈。所以我想。人生的事情太多样了哈，就讲唔逢到机会，个人去做，唔再表面上忙去做了哈，唔是哈，左偏忙右偏忙哈，就唔得啦哈，改变唔做去变啦哎。故说主委讲到呀，30多年来对客家嘅一开始参加客家运动，一直到成立客家会，前头下嘛嘅时间，其实主委都有啲嘅参加，行过啲嘅了解啊当中嘅过程嘅。不过讲到今，其实大家都当想了解讲，虽然传统客家会传统客家政策也好，爱福建客家语言也好。一下，因咧行业嘅流失情形也好，也系讲因对客家嘅人口嘅认同，因就看一下样片，为大家来整理看，一30多年来，可能有乜嘅变化。行业嘅语言偏硬嘅问题，哦，因你读到太平讲啦，哈。好比比比托考试单位用8整年嘅时间对行业同使用经验来做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嘅客家人口数超过466.98%，加起全国民众嘅19.8%，比上摆调查嘅105年来比，5年之间提升了0.5%，行业变多倍。客家人口嘅变通，还有行业使用情形嘅变通，哦，作为一啲政策啊，两个指导。推动哈，非常重要可核心的一个依据哈。对现实分布来看，同105年的数据来比，人口的比例前三名的现实其实是强强的。新竹县有70%，苗栗县没超过60%，该剃头现实的部分没有40%的人口。不过，本地也个第四名同第五名，新竹市韩国发电县，提今年的排名顺序后是有位调整。高科技在。
新竹才见到见到我老人人口，啊，故说其实当简单来讲，大家一看一下个地方个脉搏个情形了哈，就提讲我老人人口有几多诶。五年来，全台湾行业人口唔同地域有变化。就调查发现，新竹地区相当众多外县市嘅民众。不过，单单系睇新竹嘅客家人口，涉及到其他因素。据说最近业界睇客家重点发展期嘅年增加，客家人口实减少嘅情形。每日生意由东部运通嘅陈永天，也今年做到加强接送来做无客嘅传统。不过事实上，从街道安阳从加强发展嘅利益可能唔多。现在对好比比的调查结果来看，重点期的行业赛走，就没有人来讲，多多年都赛去推动同投研。第二部分是就按你目前所推动的行业发展法，为你建立一则法治的理论，就会讲哈，语言杀气，然后就讲以传统上的合作，也到地方出以行业作为主要的同行语言。报告结果显示，客家认同提升了。不过，演员的能力尚是渐发渐好。就联合国高考文组织，协同台湾列做模拟强强关模特的文献体系。爸爸讲，他有四十年过后就谈不到合法业。面对安阳的问题，好比比开始对家庭和交通三期来经营行业环境，没合法流失到安阳。黑工行业流失到安阳，真人讲因为。好好来上，安样来做？也是全国的客家人口啦。1905年哈维菲做的调查时间是453万23人，其他全国差不多是19.3%。不过呢，到今去年做的时间已经提高到有466万，也就是讲呢，一个客家人口是增加的0.5%。不过呢，现在过来看哦，行业认同就讲行业人口提高的。不过，一个各县市的排名，刚刚没有看到一个比例的部分，就是新竹市同花莲县一两个有所涨，因为呢，新竹市有同多个高考级的人才塞落去。不过，其他青岛人口的还是滴新竹县同苗栗县。韩国呢，桃园市虽然一个比例唔系青岛，不过一个人数因为佮本地人口就多咩，一个比例加起来就90万3人客家，也就是讲全台湾县市桃园市的客家人口是青岛的。来看，1905年到1110年，就约5年来，谈的能力其实讲大约7.9%，对本地差不多有64个人谈的是合法。再过来呢，都会去年做调查的时间，是讲到的差不多56%，就会讲的为8%，7.9%。不过再过看到讲的能力。抗疫就行较顶严强诶，因为呢，都系1905年的时间，系有46.8%，一个比例系我讲诶。不过再过来呢，都系去年做调查的时间，存到无40%诶，讲大约8.5%。注意，安尼行业流失的情形系咩？安一下我当有危机感的部分。2005年做一摆个调查哈，非常可惜，按多年来哈，2005年做的调查，才提出一直都下降。当然根据那个统计专家所研究了哈，行业失业流失率哈是1.1%，2005年了哈。所以讲，你哈下降率是比失业的下降率来讲要较少，哈，也就讲政策的建议还呢都是有帮助哈。但是呢。你从数字来看，你感觉还是非常的艰辛啦，哈，无理想，哈。你详细看的时间，发现到一只一神奇的情况，就讲13岁到18岁，你这样年纪，13到18，你这样年纪哈，你看出现呢哈，两个骨肿瘦，哈，都骨肿，你这样年纪的人哈，你这段时间内。佮个变化吼，佮电刀嘿有解释嘞。要解释嘞。平均来讲，佮头米啊哈，嘿还差不多，啊，但是当中有部分是增加的。你表示嘛个咯？你13岁到18岁啊，太提出安尼，开始推动母语教育的列表，生人嘞。你个5年前佮13岁，今年佮18岁的嘛。你10年前。哈，佮3岁，俩佮13岁嘛，哈，所以呢，你系表现，经验为讲，谈个时也非常会讲个比例哈，有增加，所以可见讲哈，教育
非常重要。一般呢，你他也是讲讲诶，母女耳朵家庭传承啦，哈。你技法当然冇唔错，哈，自家不开发，自家唔传承，啊，可蛮严啦，哈。但是现实上个条件就讲，后生个野外，其成长个过程，就系那个关于教育个过程，啊，佮个思考，佮个感情，佮个啊知识，全部系用反应表达嘞。所以呢，以讲学之存到日常生活，是帮忙安慰左右作小某一些耐。简单的生活对法，简单的生活对法。啊，用语言对新生代来讲啊，不足以应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所使用。不过就讲你哈，因为安尼一礼拜本土语言教育只有40%的课程，非常大，所以安尼要多方面啊去推动。比如讲安尼推动沉浸式教育。用黑化，你像我来搞历史课，用黑化来搞社会课，啊，用黑化来搞数学课，啊，啊，你啊，因你目前全国啦，哈，有500班左右进行沉浸式教育，或者所谓的生命研课程当中，有所谓的高档课程、校定课程，啊，这部分有弹性，啊，因你呢要有辅导发教。将呢个高档课程融入行业嘅教育，哈，所以你俩要求就讲，本土语言课程嘅行业，啊，应该要追求一个覆盖率，覆盖率，啊，比如讲我爱苗栗县，假使讲爱苗栗县市，佢客家人口有70%，哈，啊，人学校都向学生嘅呀，学习呢个现在呢个本土语言课程。客家话应该大概没有70%，所以你哈安尼检讨你啊摆数字来看啦，哈，就发觉到讲，你个学校的母语教育啊，还是非常关键核心啦，嘿。关键，加注意讲到个部分啊，就想到一种系安尼，你哈个高考分组自己所做一个语言发展个评估标准，啊。就会看到，人家可能是存起一种情形，差不多是人做亚的啥，给台人含笑的讲好，含个讲好的话，就安尼对母语本土语言来看。不过呢，人确实敢有去发现出一个面孔唔像安尼情形，因为啥下来，它有分本当多等级啊，就是母语用就会合法就无体啦，一公语言就无体。不过人可能还无安稳下咩情形，确实一种土气咪就代表人家哈合法嘅危机感。故说作为人系没有传统嘅很多客家国家客家语言发展法，客家语言发展法嘅个错案，系咪已经有一个眉目了？首先就讲哈，你客人传统上超过半数嘅乡镇时期。也就按你所谓传统的客家庄啦，哈，比如讲啊，米农啦，哦，内埔的啦，哈，石潭啦，哈，望山啦，龙潭啦，用那种乡村乡镇来看，以乡镇为单位，以传统上的客家庄，你在蔬菜按你采取所谓的语言沙棘主义，哦，语言沙棘，就讲你做客家庄客家地区，你在地方按你推动。客家成为主要语言，主要通行语言。通行语言。目前你俩县集团做的就讲，你到乡镇公所，一个公告语言，爱招当地客家人的比例通过行业认证，因为安尼个教师也好，公务人员也好，伊考多以后伊分发啦哈，伊无招一个语言的啦。哎，冇错。全国去发哈，所以变成讲。哎，你公所督方要学校督方的先生，更唔晓讲客，他变咧哎，你当天向上要听伊讲法语啦，啊，一非常讲先生唔晓讲客，快咧，然后增加用客家来教的沉浸课程，无法度推动，就有困难咧。哎，有困难，啊，有时间咧哈，先生当热心咩？伊推脱一段时间，你先生调走咧，快咧，你啊办学生诶，都无法度继续诶，哈。所以你初生非常太困扰哈，哎，你经常遇到情况要你啊，比如讲判一张发通，哦，来到531000元，其中呢有几只嘅哈，尤其内边贵宾，躺唔实，躺唔实，所以呢贵床他边讲繁衍哈，就遇到嘅一条贵宾躺唔实咧，我用睇招一样哈，睇啲客家人咧共享发通当中，啊，多少都有几只嘅，
他唔是咧，佮合法用业唔是出现，啊，合法都共享两份，无法都出现的时间，他家出自然语言，要落脱了张语言，所以讲本合法多做了共享两份了一件事情啊，都合家上务必要落实，啊，按样时间，在合家上共享生活当中，渐渐形成，啊，共合的习惯。啊，共享场合形成共学嘅习惯嘅时间，日常生活人与人接触自然哈，就会提升共学嘅机会。当然，你代表你要担心一点，就讲，比如讲你讲沉浸式教育，有位家长有错误嘅观念，有位想讲啊，今日学一种客家话会影响啊成人嘅神经膜，哈、哦。实际上啊，世界各国对于样多语教育，全部有研究过，哈、哦。普遍的答案，共同的答案就是讲，不单止无影响，而甚至会促进人学其他语言能力，哈，叫做个敏感度，啊，所以以台湾诶，你目前所做的调查也中央，哈，学母语，哈，看唔出讲对学其他东西有乜嘅负面影响，完全看唔出。啊，至于全国性的共享发通的时间呢，诶，你目前。行业发展法度方，还系有规定讲，国家嗬乡镇先重要嘅法通，唔限得出现合法，哦，啊冇要求全场啊冇可能嘛，哦，全国有按多种语言，但是呢，全国性嘅法通，尤其像国庆啦，嗬，呢种太型啊，有乡镇性嘅法通，你要求讲，唔一定嘅比例必须要讲下。好，感謝主委。不過啲客家種嘅鄉親，佢係有呢度意見同想法。誒，見邊嘅咩訪問嘅依度嘅客家鄉親，誒，主嚟放樣用樣片，大家將主委嚟回應佢哋嘅看法，誒，嚟看一下樣片嚟。建議點就講，沙溪硬係摩都，沙溪摩都直接落去補助，希望講誒沙溪嘅部分啊，吼，係咩直接？先得經過，唔是經過鄉公所直接落去補助。因为安尼，一旦沙溪同一个乡公所无强派的时阵啦吼，沙溪茫继续有啊都强爱发挥，来争取一个经费来做一个建设。哦，我故说，我哋希望讲也美人区啊吼，迄咩讲有咧政策改改爱改，哦，改主冲爱主冲，同加到绿地的部分啊吼来经费过来平衡一下。我知道因客家话吼，因为因流失非常严重吼，因为呀，因为较无人的学吼，啊，我做顿协会吼，前两年开始来上课上呀，因咧生活行业吼，知道伊好些，伊有进步，因为安尼班上吼流失的人也咪一少，啊，将近有一半的人吼，都好多人，啊，有一半的客家人根本都唔晓讲。其他讲有兴趣安尼落吼，多野人拢限贵班嘞，我知道是做得来安尼来推动是一好事。阿维飞推广嘞写嘞城市吼，我是想讲慢慢一些些来写出来，但是给它字数限的很少，只有5万字而已。5万字可能只能够写说一则故事，是像我礼拜我想要写路上的故事，那没有想讲诶，那想那样去。哦，路上的故事算的是正经有安那人嘛？这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那我也很想说，用正经去田野调查的方式哈、哦，呈现给大家。哦，本大家人提讲，哦，这种事你哈特别人传下来故事，是没正经留的啊啥人啊？加影片都好，收到的是苗栗、韩国南埔绿队的客家乡亲，同南投的客家乡亲，加到的意见来发表。不过作为加加到讲到，其实两个重点嘛，一个就是城市的下城市也分界吧。再过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讲补助的部分。其实哈维菲森尼亚2020年来啦，啲梯房方无论系沙滩，像系嗰种高油板等等嘅嗰种补助，也系一次都有啲嘅作为，就系补助也到日本团体等等嘅发展。再过来就系讲，对文化嘅调查、田野调查也部分咩当重视。不过作为2020年来，总共行喺二月度嘅规划同创新，故说家族比可能也基于向前咧，分享过后有乜嘅上海来反映其他地位冇？
头下讲个几张问题，其实爱想回答下，像安尼南部个乡亲关心都讲沙气哈，来申请经费冇问题啊，沙气协会啊，哈沙团本来做的申请，学费费文化发通不出哈，啊像可能安尼乡亲对咨询，某个情况冇嘛了解哈，需要时间做到打电话来学费费了满啦哈，可能不愿意提出申请。至于讲绿队嘅资源嘅平衡问题，哈，全台湾每只客家地方就想讲，我嘅钱唔拉，哈，我嘅经费唔拉。其实你哈，实做过统计就讲，每只地方平均，就嘅客家人口比例，哈，来算讲平均每三年所得到嘅，哈，那个经费嘅比例来讲，哈。冇乜嘅冇平衡嘅問題啦，體體也差唔多，係差唔多比例嚇，差唔多。那我一點嚇，就講呢個你南投講學行業問題嚇，你一次對國體開模擬班嚇，你一次有支持，尤其像你呢個新傳史呢度，你老縣政府合作，嚇協助由縣政府嚇來出面，協助佢哋開班嚇，那經費呢，你學費費。全部由来补出哈、哦。当然，咧多多问题就讲，一般咧客家庄来讲，叫做客家庄个呀，叫做客家人个呀，哈、哦，学某个学法咯，哈、哦。所以呢，人就希望讲叫后生个呀，后生人，叫唔晓讲个哈来学，哈、哦。但是咧，唔晓讲又唔想学，哈、哦，你啊多多问题系安样啦哈。学会非要采取多元化个方式。然后我们当中要学习东西的名路，你随时都在上去，不论你到哪，哈，你到南美洲也好，你到南极大陆没做得哈，你都在上面，哈，出做来学学法哈，所以你到南极出做来学学啦哈，随时看样的时间方便，所以你尽量提供那种各种方便的方式啦哈，做嘛个讲，你当天的存是只有五万四，你希望啊。你的村民哈，代替呀，只有能力参与哈，所以你门槛变得当大哈，做简单哈。啊，假使讲你做层面的研究，做难外来申请其他计划哈。假使讲，比如讲，像了做罗生的层面的田野调查、层面的研究做的，啊，你有其他项目啊哈，做来协助大家。有的地方的村市哈。有人啊，专门做特别产业的研究，叫做南外项目来申请，哎，也冇问题啦。好，感谢主委先回应，甲乡亲讲到的。不过总共就会有的乡镇啊，伊可能本身就会发展到较好。不过其他嘅较配角，冇就会较重下素材，像迄田亩安源的发电啊、推动啊，几多素材其实都当到行业。佮偏的乡亲有哪有的想法呢？还有哪条意见？会再佮请主委来看，安尼样片访问。推广俩客家的客家话吼，俩都要加强。还有讲，哎，你有上些讲有一个文化祭啦，比如讲哦，移民呀文化祭啦，也还讲神农太的文化祭啊吼，迄个咩讲啊个，哎，你客家委员会哦，要派一只壮管，也啊派人来，然后哎你听书。相对安尼像南花莲啦吼，玉里啦、水梅、富里吼，就资源较少，哎就青岛，你资源无下来啊，等于讲，哎你哎强行上啦，哎个文化传承啦吼，咱无法度推广啊。那今年可会因为？公所的人员的那个课语能力认证的比例偏低，而暂停了所有的补助。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课语认证的比例偏低，不代表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文化课语文化的认同，或是说基础建设的推动是怠慢的。其实我们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做这些事情，像今年我们也。开办了一个客语的认证班，我们也邀集了在地的居民，还有公所的人员一同来，大概有40几个人一同来参与这个客语的认证的学习。我们希望这样的推动是可以对于客语的
推展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客语认证，公所客语认证人数的偏低，影响了甲仙地方的基础建设或是文化认同、文化推动的一个经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同时的并进。刚刚样片都放喺法典用的，就是法典较重要咩？哎，看到系南法典的部分。再过来讲下去高雄甲县的起重啊，我相信主委对其他讲到的，就是公所地图的行业认证的人数较大，要影响到相关的基础建设，一件事情敢真的系像其中讲的先向主委的回应好诶。哎，你刚刚又讲到讲，你推行行业哈，作为客家重点发展区的同行业。没错，也是当天在客家基本法当中，要求当天的公告人员按照人口比例，要说人口比例，客人比例越高，也公所要通过人口的公务人员的比例越高，像你甲县40%天天，你要求说甲县公所要有40%来通过。你还没一铺到位哦，你分半年，半年，分半年。也就是讲诶，一年12.5%。哦，天天的加上去啦。天天的加上去，所以吼，你当出来标准切对吼，唔要做唔多啦，现做唔要做唔多啦。上40%嘅客家乡亲都嘅，也公所要求讲，半年内要达到40%。也做一年5%嘛，嘿，一年5%，嘿，俺因为唔要做唔多啦，现做唔要做唔多啦哈。过去呢，因为安尼系鼓励性质哈，那个处罚的部分呐、完全都冇实行啦。冇实行时间，你发现讲全国整体性来讲都落后目标啦，落后进度啦。所以今年呢不得不啦哈，你要提醒大家，就讲你还未必不出去做检查。去判法通，比如做检查，父母来转头唔好讲客啊，判法通，法通就算要讲客，法通过台就冇嚟嘛。所以讲，客未必清楚要应付喺本客家话，多转嚟你客家庄。像迄个法联的乡亲较少，迄咪正经讲，迄家条体型较重了，一讲有的所在家条较感受唔到，正经有安尼嘅关系。当然啦，吼，你喺检查多一点都讲，不出安哈。爱补充的人要主动申请嘛，加上公所还无按直接，就有受伤的啦。可能就变来讲，伢那片哈，就难度较少的学费费的补充案。但是呢，公所当然要有其他考量，比如讲，爱客家部分还因为讲差不多了，我加强其他部分，你可能会去加强其他部分哈。所以也没讲表面上看到几多来申请，没申请。就表示讲，公所还没有重视客家，加几费啊！我常常要留你全国哈，所以客家乡亲父老来沟通一下观念，一拜神明哈，就你七家有诚意么？心中有神明，你去拜神明，好，所以我搞不清楚，做嘛个拜神明，而政府不出了。好，我讲下出价。总高发通。系啦，总高发通。跟你拜移民也会补出，跟拜亚叔会补出吗？拜阿拉会补出吗？所以民主国家来讲，一般的哈，唔要去补出宗教法通啦，因为宗教呢是人民自主自由的事项啦。但是你了采取较大的标准就讲，配合这个宗教法通，那我有地方的文化法通，两部分你会补出。提防文化不通，所以将来你客委会对于这种的所谓嘛移民文化祭、神农文化祭哈，那个鲁班先生先是文化祭，这种的哈，你会区别当中文化不通了宗教庆典的部分啦。各位呢，其实也没热闹，也有诚意啦。有心情重要。闹热是讲政府的钱堆出来的，参与的人无这种诚意。两个祭奠也无嘛意义啦，哈！两个开坛去拜神明，应该就自家开的。我讲我政府会补出来开坛，我相信啦，其他宗教立场来讲
就因为哦，值得讨论啦。故作讲，除脱个着地方乡亲的意见以外，还有奈着重点，因再过来抢准备看样片，因来再过回应。因本地面的现将抗议的台本节，因将抗议的台本了第一个素材，配合因咖啡会跟现时的树的更树卡树，树叶因希望的因本地的高铁参与的。太提的参与地，不准将招安卡数来做公布，按乡亲将填入。天特别招安卡数呢，这项的强固，强固的文创业，过来配合一百一十号年土本土语言的搞好，强教委会呢协助做安因招安卡的搞，安呢要丰富安因在幼儿园到各种到各种的卡数的搞好，强搞好卡数呢。因好卡数无遐简单，效果无如何，二点、二两点的，希望卡委会都要帮助因。啊，讲到了客家文化个保存啊，语言啊是系优先个文化啊，所以呢，个推动个抗疫语言文化部分，希望卡委会啊是在大喊啊各部门啊，像文化部啦个各部门的部分咯。本学校啊，是在用当代嘅图书啦，相信啦，广播啦，呢啲媒体啦，同人哋太年岁子强下来传承咧，东西嘅就每嘅太不强。一般来讲，因大家都加上我用到的就是吸烟同去了黑烟酸黑烟合法的，大部分的人都会用这两种强。不过加糖豆黑遮王号同太普强相对来讲，遮王又比太普强含较少，像迄尿片面迄东西话讲合个一条出去。就加哈上前讲到的部分，大家咪都希望讲七家讲的合法做在保存好嘞。我相信作为滴先前的说明咪讲到的，语言呢复习语言呢潜入中的真健康黑烟也合为轻重要的部分，给针对一条。较少数的语言部分嘞，做片、影片嘞，做法无很样板咯。哦，你个教人卡数音乐哈，你歌曲啊，也有不出哈。像有一只，你教人哈后生，说拍个一只乐团，那个小卢卡啦，哈，佮也有参加，你客家流行音乐大赛，你也有比相关的不出哈，所以。一个新一代啊，来创作客家音乐哈，我十分感动。连呢教案卡数哈，按少个人数哈，都愿意去创作哈。当然啦哈，一个创作个人呐，还能够考虑到市场，市场些产品嘅人数会较少，所以呢教案哈卡数哈，一个音乐啊，只爱哈有人爱推动哈，你一天全力来。一次，像教案卡数的个课本呐，哦，当初无课本，也学会会出钱去印啦，哈，哎，也全部无问题哈，也系安尼充电。至于太不易啊，当然那个起点子欣赏哈，去训练青岛，那个太不合法师资，变那个教材，哈，当正规啊，两千空一年。学会会成立，安尼做邀请起等子先生来做委员，好，一出到2009年，也任期到2009年，好，就讲在民进党政府个时，执政的头面个全部有做委员，好，之所以请伊做安个委员，就因为呢，考虑到太不合法，有钞票来推动也无多，真的，哎。所以特别重视，你也都董事国手成立行业资源中心，哈，行业高发个资源中心，所以啊，太不合法，整体来看哈，唔会输其他语言，只爱太普地区语言的传承有需要，你哈，像太普州啊，里面的少数当中的少数啊，你一定要优先，啊，来考虑来支持。优先播出，像针对一条少数语言，韩国家族比讲到当中一部分，一个语言的传承，语言的传承，总共就是要有人才，就是后生人一部分，给后生人一部分，其实按多年来，尤其啊一两年，还未必特别的关心一个地方创生，尤其啲客种而创生一件事情。故说针对一个后生人的部分，现在过来看清明的样片，再过唱主题同我的上面。
他会非要来推动啊一个实质那个政策啦。哦，莫讲单枪咧，就该注意到那个我们硬体的建设啦。好，讲做乜嘅馆啊，乜嘅文化馆，乜嘅客家馆啊，最尾都变到冇内馆啦。啊，基本上呢馆咧，点都嘅硬体要卖出来啊。所以基本上咧，我都建议啊，强烈的建议哦，学会会啊，你要做嘅咧，吼，我哋奖励咧，所诶硬体咧方面的各种嘅发动。哦，你个干啥呢？一千多啊，你哈那个喊呢啊，喊都该为病人都该为诶项目呢个干呢，千多嘞，莫过去嘞。哦，基本上嘞，都那个年轻讲嘞，要客家团体啊嘛啥，上个来做那个有关那个客家语文的文艺，也讲创意两方面嘅发通哈，诶，都两位诶来发通。哦，来去做哦，安永县哦，基本上都两位。安永县呢，你做我都所谓文化建设没做到，没文化个观光呢，你没来做到啊。哦，啊，睇啲所有千多千多国家咧，从日本、欧洲来讲，几多个文化观光，几咩都几好咧，该做得好好的做参考啊。做乜嘅？你台湾需要成立在客家委员会，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你必须要。对台湾社会的族群关系又在回应，那是你的正当性的来源。那按一天来做，对按一族群关系又有益的一个事情。第二，我认为哈维会佮个心力，佮个对内对外一个两台动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嘿，佮你哈贵在哈维会，我讲起来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我你啊，自家伫客家庄安样大眼球来看吼，你啊，当作文化语言啊，大家是认为讲，文化语言是客家的最大的问题。可是你啊，爱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客家庄的发展的问题。是到你啊，当人们那边讲地方创生啊，安样议题又相关啦吼，用扮演一只用客家庄为主题的一只生活到发展的策略。而不是语言呐、啊，我觉得语言只是一个，文法的表征而已。它既也消失，其实也代表一只你背后贵只生活圈、生活感、地方生活空间的一只慢慢的消失。我知道你系重点。中国汉语片让你生命来太感咩？目睭白动太低的看哈维菲亚尼生命的做嘛个，故说第一时间大家听众朋友动到的想法，韩国意见我提出问哈维菲，因为大家都希望哈维菲行较好咩？作为刚刚用的部分，王云泰教授伊讲到的就是讲，安尼人体硬体设施一个部分，再过来个新竹间的地方的消费的代表叶志佳先生伊讲到的就是有关后生人而做呢，地方创新等等的生活文化干么样的部分，给作为沿线对个王教授个部分咯，讲起是好啦。对啊，客家政策吼，是新个观察已经唔系重点啦，吼已经唔系重点。软体吼要加强，你还冇唔错吼。当然，所有观察利用率系应该要认真来向样板样来提升哈，但是吼。我哋再要讲出来参详一下啦吼。过去咧文化嘅青铜人去检讨所谓门内讲的问题。我记得啦，我国中嘅时节、高中嘅时节，甚至大学嘅时节，苗栗市文化中心嘅总正堂啊，叫做门内讲。哦，但是两下我发现讲，因为多暗有节目多嘅表演，哦，所以佢哋已经唔系门内讲咧，接上有多使用哦。以往所謂文化館，往往係在文化藝術嘅所在去館，好、哦、啊，記咧，你就變咧講，冇人要潮水，就冇去游泳池咩？好、哦，一講先去游泳池，不然落落去學潮水嘅，好、哦，表示就係有問題啦，哈、哦。一講去到一隻館，應該係考慮到講，佢規劃嘅方向錯冇，喺咩地方確實有需要嘅，係，安尼就係。去落去以後，別冇人講，人哋都檢討講，批下不軟體發通應該係乜嘅，讓人帶落來。所以講做生意啊，可以建工廠公司啊，也冇講百分之百賺錢啦，哈。所以你做文化投資落去啊，也冇講百分之百成功啦，哈。但是太方向上，我非常贊同就講，哈，唔係見那多數係雜幹啥，哈。所以有啲地方。来整治下 V， 然后去查观察。哎，你点么检讨讲？你有必要么？哈，个人你会问伊讲，一观察去了以后哈，
因为原始政府也好，公所也好，有裁掉学籍嘛，唔做编制人员嘛。迄个无法度，维护的经费水天，你有能力负担嘛？你无决心将伢个预算当然去多比例，变到了十关。那等等讲，学费费补助是了十关啥？将来要等等学费费来补助，那自家完全唔想负担，按都莫来申请。经营财的部分哦，黑总创新唔系学费费按当然来做诶。佮加日加几讲到诶，佮同成发金同行业部分同地方创新。哎呀哈，政府提倡个地方创新各部分的做法，有得无重要。哈，你学费费呢也过去长期来用各种方式去香港样板人去做，然后你也留北部公所去做了个北部整体空间发展的规划，哈，然后都检讨讲了个招牌啦，哈，摊贩啦，哈，样板人去整理铺面样板人，哦，一比哈，他前腔地位哈，所以你从整体硬体到软体去规划诶，刚刚讲了个。龙英宗哈，那个文学馆，你俩正在围墙啊，专业的出版社来文学家合作协助呢。你编写一本龙英宗哈现实啊精编的书，你希望讲本，你北部各中小每一只学生都一本，来学校合作由先生来导读，哈。希望将来北部人全部透过龙岩中，都了解讲，台府人全部透过立桥，龙潭人应该全部透过中秀镇，啊，啊，站边到了个啊大兰，啊，啊，土盘房街到平镇，啊，或者新埔，哦，新埔又含有五座庙，所以你希望讲哈，你只计划啊，哈，最因为你有官杀嘞，你个官杀将来判你个特殊费，啊，啊。老俩嘅文学嘅东西，七家本藏，按维泰文学家，安尼香港人七家唔敌，哦，唔敌讲你台三线山那边噶咯，安有文化，哦，所以我想讲，你所谓嘅地方创新，老语言哈，每只比较那个先后嘅问题啦，哈，创新嘅部分，安尼目前都推动嘅方式，安尼目前都进行哈，全台湾52重点发展区。做人口高班、客家人口高班的重点发展区，地方优先。好，目前做40乡镇，而你做假个社会经济各种指标统计调查，我来建立起来。多转来讲，一讲而你非常重视那个所谓地方创新，哦，经济来打出好，哦，青年来转来创业，而你来也当到协助。但是呢，而你无重视语言。从来没冇用啊！从来没冇讲客，生意好没冇讲客，生意好行啦唔讲客，啊，因为我哋来人客多嘅，唔讲客，所以呢本来一只空间，都讲我哋落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建立起来，生下来嘅地方潜在嘅资源，啊，比如有几只乡镇，满山都飞台的竹园，啊，你都竹园都清好嘅资源。用半比提升价值做的运用建立一个机制，啊，要非常讲像安尼俩最缺的了，那个啊，一栋农会乡镇公所合作发展地方品牌，有的地方呢哈，将在安置类的增强，有的地方通干饼增强，有的地方呢做红茶增强，有的地方呢茶油增强。唔过佮无品牌无通路，系啦，无人知。要非常讲个别小店家、小农家这家都卖无品牌。用本业比形成一只地方品牌联合起来，跟住要只标准，唔要只检验，唔只共同嘅行销。目前呢一路商业研究院合作，哈，做两个部分，哈，今年我推出五个地方品牌，将来推出了以后，哈，你看实际嘅情况，用本业嚟求进步，用本业求抗体，要更加多嘅农家加入落来，哈，所以你都唔要求一只两点。其实。主编今日讲到安多，飞影安多，因讲的虾米就是因讲到一个九大客家里，也叫个客家里。其实唔但将迄啲人呢，下边飞影生人呢，真正拍皮书地图看得到。因生下来针对一个叫个方向，因行去出题，一个语言系
亲友善啦，不过其他嘅部分，人就会讲爱强下来做到。再过来呢，其实人也还有一个国家客家嘅发展计划，其实。唔单枪对哈维维前面呢一个总厂长嘅计划本周四期来看，也还系提示期嘅。按三下来爱做到嘅，其实呢，还系有关人呢政策嘅实践方向，爱统一打好基础过后，爱好好嚟发展人嘅影响力，还个人呢政策内容做得做到嘅，还个再过来出台爱本大家提到讲，人呢客家嘅天呢，很容易嚟发展呢，人呢语言、人呢文化、人呢相关嘅部分要建立起来。三类同重要部分就系一个同重要关键，族群主流化，一个部分其实系三类前提目标系冇。族群主流化简单讲有两部分哈，一个就讲，人呢政府各部分，一个地方政府各局处，所有嘅机关服务嘅对象全部有行业，啊，全部有行业。可能人民幣較無啦，哦，其他全部我牽涉到講，唔服務嘅國民各族群都有嘛，所以客家事唔係只有客委會出家而從事，過於客家嗬，本人認為講出客家人都行出家事情啦，就係客家事情啦，係啦，客家事情啦，你做客家也往往都客家地都行做客家啦嗬，比如講我記得你過去誒你當年嗬幾多年啦嗬。有辦了客家音樂節，客家音樂節辦下去的時間，我才發現講，客家音樂很豐富、很精彩、很多元、很多人才，哦，但是，哦，因為那客家，所以呢，其他人冇來看，冇看冇市場啊。佢知道咩？佢知道佢客家的人，咩行業啊？他唔知啦，跟佢兩個冇關係嘅，哦。所以你喺呢點都上嚟是想講，台灣很多重要的節慶。重要的音樂節，好，你應該打落去。咱協調講，我客家音樂非常精彩，唔做得吼，考慮本下嘅客家那個歌手音樂家有隻舞台，好，然後都打入主流啦，好，打入主流，好，一塊再講，從你要查見咩就打入主流啊，就講，我按算咧對象唔係講本客家人出嚟看咧。我安算是归全世界来看的，哦，你青岛客家的工作，你去香港哈，你阿咩你关系冇来自家做自家看天天，有一部分可能系，但是哦，你见阿多是讲，阿个文化贡献本国在个台湾沙飞的时间，点到阿你客家乡亲自家多转来会较充实，阿在记者里像阿你俩个播出电视台制作客家节目，过去讲你阿俾钱本做客家节目。你喺呢点都做啦，我讲唔是让我做新节目，因为我钱也冇咁多，哈，所以做出了全部冷门时段冇人看咧。你喺我要求嘅系热门时段，原来嘅节目讲好老讲方言冇关咧，当中我参与客化。哦，用安尼嘅方式。专业主流。故说，作为金碧人，其实讲嘅当多啦，佮三下来嘅二十年，三下来嘅十年，人哋在望出头，人家讲到嘅语言嘅部分，还有乜嘅重点？你希望将来的二十年哈，你族群主流化，你的思维啊，继续加强，成立人心，要成立政府各部门，啊，大家就会合为非，啊，过来呢，大家都喜欢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客家文化，唔系客家人自家的，系你个民族自由国家共同啊享受的，甚至呢，你做了强。你好，杭州的分享本，世界其他各国的客家，而你身为呢，全世界客家文化当中，亲友创造力，哈，给一股力量，啊，所以文化唔系保存天天，也唔系传承天天，无发展无法度保存，不用给答呗，啊，不用给答，不用等呢，啊，文物馆啊，看等哎呀，无好，而比发展。啊，怎样有法度保存？啊，而比创新，怎样拍法延续？啊，所以呢，以创新为延续，以发展为保存。各位呢，追求建业主流，追求呢政府所有的啊那个整体啊，来共同推动那个啊客家政策。哈，你喺安尼目前希望讲，将来二十年的具体。整体的架构做得做到上修，
整体有按照力量来推动，我想叫做唔单止学会会自家力量了，啊，系国家政府的力量，也唔单止学家人的力量，系国家社会的力量来结合，啊，我想咧应该系安尼，未来二十年希望哈好好来做一只大方向。今日嘅董神盟主席来到安尼节目当中，对一开始嘅客家运动讲，其实一切都按样，他生下来嘅客家政策、行业嘅发展、客家嘅文化，一样好好来做到。其实啦，二十年我做一件事情系冇简单，二十年一个生意都淘汰好嘅，下一张二十年就像家主席讲到嘅，因为做嘅部分，因为同创新发展出来，韩国呢？年菜的传统，每做我们的病态，我延续下去。下来的客家二十年，客家话二十年，正经讲是可能会有无穷的改变，同无穷的变化。今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分享当中，咪希望呢，台湾社会也给客家气氛，对客家认同感，会更来更行向，也希望做到位主流化。以上就是今日出面台飞，感谢大家收看 NZP。沈梦主持人安志泽，谢谢安志泽。Thank you.